婚姻到了公所，今年一月发文和到了当市长的大乡，讲今年的七月三十一还有到期哦，都爱收起来，和大乡一个月时间搬出，今仔断水断家属。要唔个大乡是讲哦，公所拢无提出任何补偿甲配套，叫因收都爱收，因实在是真无奈。王先生在到了当市长卖便当已经超过二三十年，但年初接到到了市公所的公文，七月底气候到期后就无要继续做。但事先拢无先沟通和后续配套，好市场的摊商感觉真无奈。跟你讲一个歹听，咱要做生意，敢有可能讲我凊彩一个为着听我做？无可能吧？一定嘛是啊，本身就讲啊，找一讲会符合咱本身咱的地理环境。装潢家我开200万了呀，我怎么规拢无伊啊？对哦，完全都没有补偿，我嘛无法度啊。你要有正常程序给我们开会表达意见，还有安置的作业啊！你没有市长给我们安置，你要有现金的补偿，这是公法上义务，你要补偿。大东市场主计会表示，这次总计有29位的摊商受到影响，其中15个摊位联合提出涉外行政诉讼。对此，大东市公所表示，因为近期发展的所需要，今年一月份已经先分予各单位和店面，麻烦从一个外围时间来搬迁。考量到他们要搬迁生产用具哦，所以我们定于今日。这是8月31日才进行断水及断天然气，并且定于9月11日才针对用电的部分整个断掉。大市公所表示，公有零售市场属于4年计划，这次计划在今年7月31日到期。大市公所人员为去年底，陆陆续续向地方单位来说明，今年1月10日发出正式的公文通知，一切依照正常公告办理，但因是租赁契约。并无赔偿的问题，记者王文立报道。